今天我講的題目亦都是我的自由題。咁咧，我哋一年一嘅自由題咧都唔多。咁咧，我就好有感動咧，就喺馬太福音第十三章講到咧七個嘅天國嘅比喻。呢啲嘅比喻咧，即係七個咁多喎。而且咧喺馬太福音第十三章咧，係記載住呢七個所有聖經裏邊嘅耶穌舉嘅比喻裏邊咧嘅七個。而今日咧，我講到第五個，咁啊叫做咩咧？一齊讀好嗎？讓生命力發酵，發酵喎、哦！廣東話好得意嘅，唔同音咧就會變咗第二啲意思噶啦，係咪啊？識得笑就知道我講咩啊？發酵。咁其實咧，我哋咧唔係好中意呢個字嘅，因為講緊發毛啊，係咪啊？即係以前咧，我哋屋企咧最早嘅時候係冇雪櫃嘅，咁啊唔知道有冇人咧試過屋企冇雪櫃嘅日子，即係唔係壞咗、哦？而係根本屋企係冇雪櫃的日子，有冇人試過啊？有喎，係咪？即係唔多係咪啊？即係要處理食物係唔容易嘅嚇，所以點解偉大嘅發明鹹魚係其中一個幫我哋襟擺啲啊嘛？係咪？臘肉啊呢啲嘢，咁而家有雪櫃咧，唔等於唔會發毛喎，係咪啊？有冇人試過擺嘢擺喺雪櫃都擺到發毛嘅？有嘅舉手。哇！你會攞翻嚟食噶？以前我記得咧，以前細個窮啊嘛，發咗毛嗰啲阿媽話：，抹咗佢咪得咯咁樣，即係揾條碗布抹完佢，跟住擺落口。哇！真係而家先發覺條碗布係好多菌嘅，係咪啊？咁啊，我係食呢啲大嘅，所以抵抗力都幾好啊，所以好少病啊，即係儲抗體儲得多可能啊。讓生命力發酵，我哋中國人咧似乎對呢個字咧又係中意又係唔係好中意嘅。唔中意就冇人中意發毛噶嘛？請問呢度有冇人中意發毛啊？舉手嗱都冇啊，係咪？你睇下隔離嗰個人有冇啲毛喺度？應該都冇，係咪？我哋唔中意嘅，但係我哋中國人咧係中意呢種效果嘅喎。我哋中意發嘅喎，係咪啊？係咪啊？車牌多幾個八字又點啊？又會貴啲喎，係咪啊？即係而家啲樓好得意嘅喎，有個八字冇個四字嘅喎。我有一次去過弟兄屋企，佢住88樓，點數都數唔到88層出嚟。咁點樣數咧？原來13又冇嘅，有啲又有冇聽有冇見過啊？即係有啲字全部冇嘅咁樣，哇！即係走四啊，走13啊呢啲咁樣嘅嘢啊。咁啊好中意八嘅喎，88樓咁樣，明明即係未到數都自己改一改咁樣。啊，我哋好中意發嘅係咪啊？即係發即係其實我覺得咧，聖經都係講呢一種嘅生發酵咧，呢一種嘅形態咧，都係由細變大嘅喎、哦。所以耶穌佢定呢、這、一個佢用呢個比喻嘅時候咧，係有我哋好多唔同嘅反思喎、哦。咁我諗下又係、哦，例如我結婚嘅時候好瘦嘅，結婚之後就幸福咯。是啊，是啊，所以即系我哋都系中意呢啲嘅，咁所以咧，今日喺里边咧，我哋喺究竟呢个天国嘅比喻对我哋今日有啲咩嘅教训，同埋有啲咩嘅启迪咧？喺整个嘅比喻里边咧，今日我哋会讲到第四个比喻，就系咧面教嘅比喻。我记得咧，点解话第五讲咧？因为第一讲我就用咗一个嚟讲晒关于咧。介绍这个比喻的为何。今天这个面教的比喻，我们一起起立读神的话语，好不好？经文不多，找到它，我们一起读，预备，一二三。他又对他们讲过比喻说，天国好像面教，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直等全团都发起来。 Amen。 我们一起祈祷，好不好？天父，多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认识你。天父，多谢你，你差派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去寻找我们每一个人，承担我们的忧患，将最好的圣灵给我们，叫我们今天可以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可以进入你的说话，我们可以明白认识你，我们可以心意更新而变化，愿意你的圣灵的工作透过你的话语在我们生命里面发酵，使到我们的生命这种的生命力从你属天的生命力继续来到释放在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成为一个荣神益人的人。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的名， Amen。
清楚。耶稣又作一个比喻，你问为什么要有些经文，即在四福音里面不是个个圣经都有七个比喻呢？我都不知道。但是很明显马太福音是讲不同的比喻。那会不会讲，有些人喜欢讲就将两个两个比喻夹在一起，因为两个夹在一起就会悭些时间。但是我看原文希腊文，他说耶稣又对他们说，又这个字呢 Alos 即是说另外设一个比喻，即是说耶稣他讲关于天国的事情呢，讲直接是讲不到大家明白的，用比喻让大家明白。而且我相信耶稣今天的比喻呢，不是搞到我们要很复杂才明白，要去到做些什么研究才明白。因为耶稣他周边跟一些人分享，全部呢是一些呢基层的人士。总之卖菜那个、卖鱼那个，他一听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今天我们看这个经文，他用一个比喻，就是说将一个面酵摆落那个面团里面让它发酵。对他们来说呢，基本上差不多是每一天发生的事。例如呢，不过现在有些人不吃饭的嘛，即是我们中国人就比较少日日煮饭，有些人。咁大部分嘅人都系日日煮饭噶，我哋嘅主食就系咩啊？米咯。我识以前咧教书嘅时候咧，喺大陆咧就有个，我系北方嚟嘅人咧，佢山东嘅。佢喺我哋学院咧，系令到我哋好苦恼，因为佢每一日食六碗饭都唔饱，佢哋系食馒头嘅。佢哋啲馒头好大个，嗰啲馍好大个，佢系要食嗰啲先饱嘅。咁所以咧。不同的主食有它的不同文化，有不同的主食、这个主要的食量。所以对犹太人来说，耶稣一说，你猜他近不近？很近的、哦、即如果今天如果耶稣用洗米，用煮饭，洗米煮饭的比喻，我想我们今天一听就会明白。所以耶稣今天用这个比喻最重要是让我们明白，但是为了大家呢，让大家都明白多少少，小弟呢就用了两条片，我们一起看一看发酵的过程。首先酵母它发酵会是怎样呢？酵母放在面粉那里又会是怎样呢？一起看看了，去片，去片，来了。是不是很神奇啊？你好像完全不兴奋这样的，一起说哇这样但很有趣的，即是三十多度的水，再加一些糖，再加一点酵母，再加室温26度，搅匀它，它就会发大。它做个研究呢，冻水不行的，再熱啲嘅水又唔得嘅喎。我唔敢喺呢度，因為全部有啲麵包高手喺度，我講緊有少少口震。熱啲水又唔得嘅喎，嗱佢講噶，佢研究噶，唔關我事啊。熱啲水又唔得嘅喎，凍啲水又唔得嘅喎。但係原來適當嘅水、温水加糖，再加酵母，竟然佢嗰種互動產生嗰種熱嗰種效應咧。是令到它整个物质增大一倍。好，下一条。下一条片就是当一个酵母放在一个有水有这么多糖的面团里面，它会产生什么效应呢？那这个挺有趣。这个面团呢加上那个室温，每一秒可以大一寸。一起讲。哇。哇。你哋好似唔驚訝咁嘅，我揾到呢條片，我自己覺得好驚訝，乜咁犀利嘅？
不過我唔識整麵包。其實俾我哋睇到咧，耶穌佢用呢個比喻，即係話一個麵烤，即係一個酵母，佢需要咧麵粉裏邊佢本身裏邊有糖有水，猜埋一齊，擺埋一齊，但係唔夠嘅喎。外在的温度是会影响它的即发大的情况，即是说如果今天天国就好像，不是如果，它真的是这样的比喻，天国就好像一个面团摆入酵母，它就会将它发大，甚至全团都发。即是说在天国的处境里面，你会见到一路的长大，但在圣经里面俾我哋知道，在呢种嘅烤里边究竟系点样呢？首先未讲圣经之前，讲一讲我哋华人社会嘅嘢先。中国嘅烤字咧，其实佢一边系走字部，一边咧就有个烤字。呢个系一个发酵嘅过程，会使到面团嘅温度咧，即系略增啦，同埋咧啊，比咧呢个系比儿女温暖嘅孝心，所以呢个烤字咧有一个孝字边。咁但係咧，正確呢個字嘅讀音係教面教，一齊講面教啊！面教。咁因為咧，其實人當人多去講一啲字嘅時候咧，一個字嘅音咧可以慢慢改變咗，就成為冇咗呢個正確嘅讀音。因為大部分嘅人咧都會讀孝啊或者孝，但係呢啲叫易讀字。易讀字即係個個讀完之後咧，講完之後咧，呢個字個音咧，本身個音已經唔記得咗噶啦。啊，原來咧好似咁樣。我個女大女個名咧，其實佢同我講，不如你講到唔好講我得唔得啊？但係冇辦法，因為我只係得呢一個例子，所以焗住講嚇，都唔關我事嗱，唔關我事噶嚇。OK， 佢個名係我爸改嘅，叫梁永清，即係竹，即係草花頭咁樣草花頭，跟住有個清喺下邊。有冇人係呢個名噶？咁啊，嗱呢啲冇乜人改嘅，呢啲即係大吉大利嘅呢啲名係咪？咁但係直至咧有一次咧，我查呢個字咧，原來佢原本嗰個音唔係讀清嘅，係讀精，精英個精。本來佢叫梁永精，但係連佢連我阿爸連所有人咧，都大部分都讀咩啊清。直至咧我揾到咧，原來我哋廣州復興教會咧，大部分都識得呢個字嘅。佢就係識梁永精啊嘛，唔係清係精咁樣，咁但係冇啦，俾我哋屈咗佢翻嚟易讀字，我哋都叫佢做咩啊？清就叫清得噶啦嚇，明啊？所以呢個孝字烤面烤都係一樣，本來面教或者面烤啦嚇。所以喺天國裏邊就係神掌權嘅地方，三斗面咧大概有38升。點為之38升咧？即係以前咧，我哋買汽水咧。是有一公升的，有没有听过一公升嘟嘟嘟嘟一公升嘟嘟这样，有没有听过这个告白？听过举手啊，笑话传得我和你真是惨啊，我们即是那个樽是玻璃樽的，可以按樽$5的，有没有人扯你们全部都不懂的，搞错，即是38支1公升的东西，现在一公升是什么，装什么的，碱液啊？咁多嘅咩？汽水啊！汽水，汽水，汽水唔系一点乜乜嘅咩？有一公升嘅咩？真系有噶？即系我好少饮汽水，翻去了解一下先。好啦，即系38支1公升嘅汽水，咁多喎、啊，三斗面就系咁多啦。咁所以咧，呢、這个即系一个突显咧，一个少量嘅面教同埋呢个发起嚟。好大的對比，耶穌講嘅呢一個天國嘅比喻，亦都話俾我哋聽，天國就有啲嘢，你以為細細嘅擺咗落去，但係當你擺落去嘅時候，擺得啱嘅時候，你會見到嗰個影響力由細開始大。咁你話其實之前嘅比喻都有啦，一個細嘅芥菜種，佢種起上嚟長大可以有15尺咁多，甚至可以咧樹大咗棲飛鳥都可以喺嗰度棲身，咁咪夠咯。但係種樹嗰種嘅比喻同呢一個面教有少少唔同。種樹嘅嘢你都要澆灌淋水係咪？
但面教你摆咗落去，你得一个可以做，就系咩咧？等。你只能够揾一个合适嘅环境温度俾佢，合适嘅水嘅温度俾佢。但系你能够做嘅系咩咧？一齐讲，等。话俾界哥听，你最多等嘅啫。等。最多等，即是说什么呢？就是神，这个是神掌权的地方，即是说有些东西 你急不来的，有些东西是要等，直等到全团都怎样呢？发起上来。你的责任是什么呢？你的责任就是将个酵母，容许这个酵母，就是属天的酵母摆在一个面团里面，跟着怎样呢？等它发起上来。所以酵母有一个特质，当它遇到水糖分和一些其他的物质的时候，它就会产生我用激增的效应，因为一秒钟一寸，刚才。跟着呢，即是说无论遇到什么好的东西或者坏的东西，都有这种激增的现象。不好的东西都会发酵的，好的东西又发酵的。那我们发在哪边呢？在圣经里面，究竟我们怎样看？究竟酵母或者酵这件事代表什么坏的东西呢？在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里面提到，耶稣的教训里面有三种的酵。第一种酵就是法利赛人的酵，我形容这个是一个论断的酵。为什么这样说呢？法利赛人的酵，这个是一个假冒为善、自我为义、骄傲自大、黑板固执、只有虚有其表的礼仪和理论，缺乏了实际的宗教的教条主义，还有呢，不会谦卑自省的人。他自义的结果是什么呢？所有这些一切的都是我来定义，我啱你不啱，即是事情的评论员，我用论断。那这个酵呢挺得意的，我今早都说了，我讲这个的时候，我发觉，哎呀，我怕一怕，我都试过是这样。这些人是什么？评论员。他什么都评论一堆的。即是人家说，哎，冷气不够，那就开低一点。跟着说，开得这么低，冻死人什么？那就又开回高一点。开得这么高，热死人什么？真是，什么又是他，什么又是他，啊？即是他评论一番，你搞什么都好，他总是评论一番的。而且这种酵很有趣，你评论的时候，刚才记得酵母是要在那个本质和环境，环境的室温是很影响他的。即是说你讲一下讲一下，越讲就越爽的，即是你说，哎，这样的传道人，即是传道人也好，他就说这个是什么？这样的传道人，即是说他在做什么？评论他咯，这样做啊，这样说啊，说这些东西啊，那样东西，是不是？哎，为什么说这些东西啊，令到人家不舒服啊，或者什么啊，人家应该做就啊，什么啊，跟着一说呢，他会有，因为有效应的嘛，影响到隔篱一个，跟住本来佢都冇嘢，系啦，讲到咁乜嘢，系啦，我都觉得有少少唔舒服噶啦。跟住两个讲下讲下，慢慢呢种效应咧，好得意噶，就会令到全团都发起上嚟。啱啱礼拜五就系我讲关于创世纪第九章同第十章，我曾经讲一样嘢就系，即系好得意嘅一啲言论嘅嘢咧。每一个地方都有秘密群组的，即是我讲关于含点解，即是将佢爸爸做错，即是做得唔好嘅嘢咧，传咗出嚟，即是选择讲人哋不是嘅嘢。闪同埋雅弗咧就选择揾块布退后咁遮盖佢爸爸嘅羞耻。但我就话呢个世界咧，人咧唔中意听嗰啲正面嘅新闻或者正面嘅嘢，系咪？即是啱啱嗰个竞选总统俾人开枪打，又冇讲好多，就系见到耳仔流血。咁点解会耳仔流血咧？钉耳窿都会流血噶。咁佢又冇讲好多，
哇，跟住好多揣測，呢啲嘢好好聽噶。跟住咧，你會發覺咧，正面嗰啲群組冇乜人講嘢噶。哇，秘密群組啊，好多嘢講噶。我發覺咧，秘密群組我喺邊度學嘅咧？我跟啲學生學噶。原來佢哋每一個學校每一班都有秘密群組嘅。跟住我先知道，原來公司都有秘密群組嘅。佢會將公司嗰啲嘢講啊，個老闆又咁樣啊，哇！你睇下老闆同個秘書行得咁埋，梗係有嘢啦。唔係嘅，佢點會有嘢咧？佢有事揾佢啫。唔係嘅，你睇下佢控到咁埋，佢嘅手指尾仲掂到佢嘅手指公添啊，咁樣。好中意聽呢啲嘢嘅喎。喺教會會唔會有秘密群組咧？哇！栽埋我唔該。即係人好中意聽呢啲嘅喎，但係我想話俾你聽。你越聽呢啲嘢就會越滾越大。你話我評論啫嘛，我分析啫嘛，分析唔使每次都分析同一件事噶，係咪啊？同一個人。所以呢種敲，我當我睇嘅時候，我就發覺我曾經都試，我真係試過。哇！我話俾你聽，我同沙牧師嗌交，佢唔喺度啊！而家我哋嗌交嘅時候，哇！我使乜群組啊？我在他背後寫他，是不是？就是他這個這樣的山牧師，一座山的山。現在不用了，我們正面說的，擺上台的。還有我們現在都歡迎的，如果你們有什麼想覺得改善過，我們其實呢是很需要進步的，歡迎大家，不用秘密群組，正面說就可以了，我們受得住的，放心。你可以激動一點跟我表達，或者同沙牧師表達，或者唔咁激動都得嘅，啊 ，OK， 唔好喐手就得噶啦 ，OK。第二個係咩咧？撒都該人嘅敲，我形容呢個敲係咩咧？莫化生。咩係撒都該人嘅敲咧？撒都該人咧，佢係唔信死人復活嘅，佢係咧以科學理性至上嘅，唔經過科學唔能夠信，佢唔信超自然嘅神蹟嘅信徒嚟嘅。他甚至認為《創世記》第一章到十一章的記載都是神話，不是事實。早點講嘛，我剛才講完第十章。但是不是這樣呢？我不相信。雖然有些人說，《創世記》有很多故事呢，在當年近東文化都找到這些故事的內容。但我很肯定一件事，而看回一些研究呢，希伯來人的文化是一直影響著近東文化的。包括他們的法律都是因為所羅門的箴言一路影響下去的，所以無論怎樣都好，通過理性才可以相信，所以通過理性討論和學者研究才可以相信，只能夠相信分析的事實，任何分析和證據的事實都不可信。這兩種人都挺有趣的，一個就是不停論斷，第二個是什麼？分析。你跟他講什麼，他跟你分析。我跟他講，好像剛才我們講感恩，剛才文聰去宣傳呢，我們有一些去這個的男童院去探訪，你好不好？你猜是哪個機構做這些事啊？復興教會？沒有寫的，其實是復興關愛牧倫中心做的，我們很謙卑地將我們的名字隱藏了。不如我們告訴兩個聽，這個是復興關愛牧倫中心做的，這個是關愛牧倫中心做的。對了，我們將會每個星期一，其實已經在做了，都去男童院探訪。 Amen。 而且呢，最近我們這個 Cross 突破沉溺呢，即有些弟兄是好好見證，又上電台，又接受很多訪問，剛剛昨天都收到個訊息，不知道哪些機構又即頒了個獎給他。我看到一些弟兄可以被神興起，我獻上感恩，多謝主。阿門，多謝主。撒都該人他分析，分析是什麼呢？他分析的意思就是說，他做了第三者去分析裡面的情況。那這個情況其實不是說不要理性，即不是說下下迷信那種非理性，但是真正的理性是你參與在其中。你想想，一個面教他如果不能夠在那個面粉裡面參與在其中，他沒有辦法，只就算有同一樣本質的水，有一個對的空間，他沒有辦法只
即是成长的，没办法只被那个生命力去影响的。抽离的这种的分析呢都挺迷、以前呢有一个、我们教会叫严振超，我们叫大哥，在我们成长的时候他教我们，他说呢即是我们 要即是在小组牧养要参与在其中。他举一个例，不要学我以前什么什么什么样。他以前呢就是有一班类似撒刀该的敲的效应的人。那次小组搞活动，大家谈即是未来小组搞活动，一般小组都有。谈究竟旅行去哪里，一个又说大屿山，一个又说即是去参观一下这个、即是大澳。那讲到最拉尾去讨论，目的地就是九寨沟。九寨沟在哪里知不知道？在四川。跟着组长说，哇好东西，要是这么不踊跃，要是这么踊跃去到九寨沟那么远。那他就开始问了，好了，那我们定了个日子了，那、有多少人报名啊、哦、原来连提出那个人都想，他说、哦、我不得人去的。一直说切。即他提出他分析，但他有没有参与啊？所以我叫剥花生咯。他就分析再分析分析，咁你分析完你又唔参与，冇嘢改变嘅，改变唔到任何嘢嘅。而最后一个咧，哦、，sorry， 最后一个咧，啊，佢系都唔俾我，就系、是、希律嘅敲。希律嘅敲系咩咧？就代表投，我叫投机者。这个希律主义的敲是什么呢？它代表一些物质主义，贪图世界权势钱财享乐至上，主要的内容都是世上的享乐权力金钱。教会一个讲生命的地方，如果这个群体只会沟通在买了最新的名牌、换了什么车、表、手机、这样会削弱了神的话语那種養分在這個土地。但是剛才我說了一個酵，它影響除了是它本質有水和糖有酵母，外在的環境有沒有影響？如果外在的環境不停就是，哎呀我最近分享見證啊，哇你看看這部手機最新款啊，我們歡迎三牧師來了啊我們啊！換了個最新手機啊！跟住咧，成個小組活動就係講究竟十四同十五嘅分別功能，影相邊個好啲，即係點樣喺夜晚影到夜景，佢不停喺度講。跟住話啊，只係多一千蚊又多幾多G咁樣。如果我哋每一日每一次走埋一齊，都係食飯啊，講下食飯啊，講下最新買出一個名牌手袋係點啊，手錶係點啊？新吉他是怎样啊？出了新 effect 是怎样呢？希律的敲它就是这一类。那我看完我就怕，因为其实三种敲呢在我生命里面呢我是偶尔有见到发生的，一不小心就很容易跌了这一类比较坏的影响，圣经形容发敲的 一种的现象。所以弟兄姊妹，哇！當我睇嘅時候，我見到哇，真係唔簡單喎、啊！呢三種嘅敲，無論係法利賽人嘅敲、撒都該人嘅敲，或者係希律嘅敲，呢三種咧個展現唔同，但係嗰個果效就一樣，佢會令到全團都點樣咧？喺呢種影響持續，即係今日教會如果能夠。这样持续都几弊，是不是？我们发觉在这 十几年里面呢，教会的情况呢最惨就是外战外行，内战内行。意思是什么呢？外面传福音又好像不是 很多叫教会去做到很多，但是自己人打自己人呢很多。你不信，你试试上去 Facebook 看看，即是怎样评论牧者呢？是这样打，可能我和山牧师包牧师都有名都不出奇。数数数数的是什么人啊？不是不信的人，都是信的人，有机会。
其实你数来数去呢，你越数越衰的。如果没有主的保守，还有最惨越数呢，最痛苦是谁呢？挺得意的，你生气一个人，你不喜欢一个人呢，那个不喜欢的感觉是在你的身上。大部分人被人生气的人呢，根据我们常探访的经验，起码自己少少经验呢，他是不知道的，那真是不值的。你生气他生气到让他知道，起码他都承担一点嘛，是不是？最惨你生气他又不知道，谁受啊？自受咯，是不是？怕隔壁哥告诉他，不要那么辛苦了，走出来吧。不要那么辛苦了，走出来吧。既然如果环境有影响，其实我们是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替造一个好的环境的。原来呢，影响一个群体或者影响一个生命呢，最大的影响不在我在讲台上教什么，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文化。如果我们有一个健康的文化，祷告的文化，我们会影响。即我很感恩，我们知道巴牧师来到在香港1969年到现在，今年是55周年， Amen。 但是当我们一直谈的时候，发觉原来呢，除了巴牧师，我们还有一班的长老同工们，包括一些前辈们，今天大家在这里，除了是神的恩典，就是一班愿意成为制造好环境的一班长辈，一班同工们一起努力。帮我给他们掌声，好不好？所以我会看怎样去到避免这些敲呢，就是容你容让什么敲在你的生命里面先。如果你容让那些苦涩，那些苦涩只会越来越大的。而且人是需要分享的，你越苦越想找人什么？有人说不是的，女人每日25000字就需要分享的，男人不用的。谁说？有时候男人分享起上来，他不同你的场景而已，他可能夜晚拿着杯底就通宵不回家，广足一晚的。我小弟试过了，以前我未信主之前经常都在酒吧徘徊，即晚晚都没问题的，翻工没精神的，不过但是在酒吧很精神，讲每天都是讲那些的。所以我们容让什么的敲在我们生命里面，这个是最重要。三斗面，圣经形容这种的即是叫做面教的一个的比喻呢，天国的比喻呢，是接受天国生命的影响力。一起说，接受天国生命的影响力，告诉隔壁那个听好吗？你要接受你要接受天国生命的影响力。三斗米就是一个整体的单位，即是怎样看呢？这个三斗米就是一个面团，是38星，那无酵的细面。追溯翻历史里边咧，首次记载咧就喺创世纪第18章，你可以写低佢翻嚟睇。提到亚伯拉罕咧对住神，即系有三个嚟揾佢，佢接待佢，佢咧用咧呢啲嘅三斗面咧去到作饼咧，去到接待佢。后嚟咧喺出埃及记嘅时代咧，摩西、士师、基甸、撒母耳同埋哈拿嘅先知时代，包括以西结，都曾经把一依法嘅细面作为咧供物咧俾神。三斗面就等于我们看旧约一依法细面，他就拿来这样去到献祭给神。即是说，如果耶稣他用这个天国的比喻的时候，犹太人是知道他在讲什么的。第二就是他知道这个文化很有机会，就是知道这个文化，这个是他拿来献祭的。即是有时候我们在生命里面献祭最好的献祭是什么呢？老实说，你探讨的问题呢，没完没了，你都没办法解决的。如果不是神帮助我们，连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都没办法解决。但是当我们将这个面团成为一个敬拜的，容让圣灵的心意和工作在我们这里生命里面发酵的时候，你会发觉一件事情，这件事神他会自己作主。大家记得刚才第二条片吗？这个敲摆了下去， 你可以做的是做什么？等咯。你还有什么可以做呢？你只能够制造个环境给他，你只能够是什么呢？等。为什么要等啊？
因为不是人手能够做的，而是什么呢？神去做的。在以西结书呢，给我们看到一个经文，我一直读以西结书四十六章十一节，一二三。在节期和圣会的日子，同献的素祭要为一只公牛献一依法细面，为一只公绵羊献一依法细面，为羊羔照他的力量而献一依法细面，加油一因。以西结书是很强调关于一依法细面，一依法即是说这个三斗面，三斗面他一年四十六章里面一年八次提到献一依法细面，即是圣经在特别希伯来文化，他没有最重要的几个字的，他是每一样东西他重要，他只能什么呢？重复。他不是重复，即是我们这么说，重要的东西讲几多次？三次。他讲几多次？八次。即是说这件事重不重要？重要。原来当我们这样去呈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用让即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生命工作，在天国的生活里面，我们就能够经历着神的那种在我们生命里面发酵，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影响力去到壮大，去到显扬。发酵是什么呢？发酵是由小变大。今天的世界的价值观就是说，如果要成就事情，一般是最好是有权威能力的人的脉络，最好有足够人力资源，最好有好的环境的机会，这样的土壤才可以成功做大事的。主耶稣他的天国比喻就是这个的，走相反路线。不等于说、是不是不要脉络，不是说这件事，而是他给我们的比喻是由小变大。但我们今天最容易忽略的是什么呢？小的东西。最近我刚刚去了个安息礼拜，咁係第間教會嘅，因為我去咧就因為兩年幾前咧，我被邀請咧去呢間教會嗰度咧教《終極報道攻略》，上兩堂嘅啫。咁啊嗰個年青人咧就好想阿爸信耶穌，佢係嗰啲元朗嗰啲老居民啊，即係以前養魚啊、魚塘嗰啲咧。但係佢係咪原居民我唔知啊，佢都係姓梁嘅，不過元朗都有啲人係姓梁係原居民，我知道。咁佢同佢阿爸傳福音二十年，阿爸堅決唔信，即係你話佢估佢可能信都仲啊，佢每次都堅決唔信。咁所以當佢上我堂嘅時候咧，咁啱阿爸咧就心臟病入院，都幾即係幾唔妥當。咁於是咧，當我哋即係佢上我堂，佢問我點樣嘅時候，我話你同佢畫三一六。咁佢畫完之後，佢阿爸都堅決唔信。但是他阿爸的身體已經是很不行了。跟住我話：即係你都好愛錫爸爸喎，二十年跟他講耶穌喎。嗰即係個後生仔，即係話讀緊書就開始跟他傳福音，去到他即係出嚟做嘢、結婚生仔喎。咁佢真係好愛錫爸爸。我問他點解啊？佢因為他細個嘅時候咧，就喺嗰間大 X 華酒樓嗰度飲完茶出嚟咧，就有個磚頭喺八樓跌咗落嚟，揼到佢個頭。跟住佢就昏迷，跟住佢咧俾人帶咗去博愛醫院，阿爸抱住去博愛醫院，但係博愛醫院嗰陣時就冇急救嗰啲，於是坐直升機就去咗瑪麗醫院急救。咁原來咧，後屘佢阿爸講咗，即係佢救得翻咧，佢阿爸講咗一件事俾佢聽，就話咧佢個仔喐都唔喐得嘅時候，一路喺醫院，佢就喺下邊公園嗰度望住個天，佢話：如果天上面一個神，可唔可以将佢面对紧呢啲咁艰难？你唔好攞佢嘅生命走，你攞我嘅生命走啊！我可唔可以代替佢嘅生命？佢阿爸当其时咁样求个天，因为佢冇办法啦嘛，用晒方冇办法去处理佢嘅仔当时。咁感恩佢嘅仔慢慢恢复，甚至即系成为专业人士添。而家咁佢讲呢件事俾我听，咁我就话：我教你啊，你走去同你阿爸讲，阿爸如果可以，我好想将你的痛俾我承担，我承担，我好需要你，我好爱你，我唔可以冇咗你。如果可以，我真系好想承担你的痛。跟住佢阿爸流眼泪，跟住佢就同佢讲，佢话我今日企喺度系因为耶稣基督承担我嘅罪，使到我可以得生命，使到我可以咧
去经历这份救恩。耶稣基督就好像你当日你的祷告承担我生命，但耶稣真的承担我的罪。爸爸，我很想你跟我一起信耶稣。跟着他爸爸开声信耶稣，一路祷告。他说一句，这个爸爸说一句，祈祷之后过多两天，他爸竟然可以出院，走得走得，每天跟他喝茶。他写了在这本忠信的刊物里面，即是你在一些诊所都会有时有这些书。一个这么小的事情，终极报道攻略，他一路拿着这个跟他爸爸传完福音的时候，跟着他爸爸真的信了，跟着就在个教会安排上了洗礼班，做了滴水礼。他在哪里做滴水礼呢？就在大 X 华酒楼。其实教会在隔离，为什么不去教会呢？哦，后来我知道了，如果在教会只有教会的人见到，如果在大 X 酒楼呢，大 X 华酒楼呢，他日日在那里喝茶，全部街坊看着他做滴水礼。哈利路亚。这么小的事成为一个这么大影响的见证，不单止在这个家庭。跟着他爸爸说，阿仔，我都八十到问了，不如八十几岁，八十差不多九十岁。他说呢，我求主呢帮我。他说，仔，我不怕死，不过怕痛。如果我祈祷呢，就是主接走我呢，我睡着觉这样走就最好了。通常听这些就是听下啦。但是早过大概三个月前，他爸爸开始有些状况不得了，入院。所有的仔都回来去探他，日日陪伴着他。他爸爸呢，在即当然这个仔写了这个呢，咁啱就是第63卷第746期，啱啱在6月2号出版。他爸爸6月5号睡着了觉，6月6号早上11点钟在睡觉当中离开了这个世界。所有家人看着他离开，大家都很难过，不过大家都为他感恩。他昨晚一个安息礼拜真的很好的见证。你没想过一个这么小的事情好像看上来，但是影响了身边很多的情况。容让一些酵在里面，在这个面团里面去发酵，你是会发觉一样东西是超过你所想所求的。今天很多人说，我做不到这些，因为我没有这样东西，因为我不懂得是谁嘛。如果给那个组长是我组长，我一早成长啦。如果我给这个牧师成为我牧师，我一早成长啦。如果我给在这个群体里面，我一早更加渴慕啦。是不是真的呢？可能有影响。但是如果你不能够容许生命的酵在这个面团里面，它所发出来只会是其他效果。但是当你容许的时候，你会发觉咦，不一样的。我最近这几天经常都有想，我跟师母说，我说师母，我最近发觉呢，我都挺聪明的。即你不要笑，真的。因为我由小到大呢，我妈改个名叫我番薯。番薯即是什么？除了蠢还是什么？钝咯。即是蠢已经不得了了，是不是？再加上钝，真的不是遁地的遁，即是不是遁是迟几秒，或者甚至完全不察觉人家呃你的，哦，呃完又呃都得的。所以以前呢，我不赌钱的，因为我有个绰号叫鱼腩，即是赌真的输的，所以我不赌钱。但是即是这样，我由小到大我经常都考第尾的，两三次试过考第尾，有很多次试过考第二，不过由尾数上。即是我经常都接受了，我是应该学不到东西读不到书的人，我经常都这样觉得这样自己。后期我信了耶稣的时候，我发觉咦，原来不是，我都可以学到东西的。
我慢啲啫，我同人哋方法唔同啫。即係其實我同沙牧師，我哋都係佢都，不過佢好啲，佢起碼中學，我中二讀到三個月俾人踢出校，所以佢高學歷過我。我軍區學嘢就啱嘅啫，所以啊，咁我哋都係呢啲咁樣。咁我哋發覺沙牧師咧係睇片聽嘢學嘢嘅，我係摸下同埋聽嘢學下嘢嘅。咁我發覺，咦，原來我都學到嘢嘅喎，而且我發覺特別係近呢十幾廿年咧，喺個學習裏邊咧，自己有好多突破喎。咁我發覺一樣嘢咧，原來你俾容許呢個面教面酵喺你生命裏邊咧，你俾佢發酵嘅時候咧，你會有意想不到，你諗都冇諗過，原來你可以咁樣成長嘅噃。Amen。弟兄姊妹，我哋見到咧，特別係我哋呢幾年啊，喺疫情呢幾年，神好大工作喺教會，喺我哋從來冇見過咁多人入嚟教會，咁多人信耶穌，即係神嘅神蹟喺裏邊，因為神同我哋同在，佢喺度做緊新事。Amen。最近咧，我上個禮拜咧，同包牧師咧，去咗印尼。一個叫做 Empower 21嘅聚會，印尼嘅教會嘅楊東寶牧師企上台，佢講咧，佢話咧，佢啱啱今年咧就係佢嘅教會36年，佢教會嘅人數有250,000，一齊講，哇！25萬，我哋係去佢其中一個tower， 即係話我揸架車咧。去到呢個葵中道口咧，由嗰度開始就係佢教會嘅地方噶啦，係弟兄姊妹開始指揮交通啊，有警察啊，有保安啊，佢喺度好大好大包公司嗬，即係好大好大嘅地方，25萬人。佢話咧，人哋問佢佢做啲咩咧，佢話祈禱、敬拜、被聖靈充滿。被聖靈充滿係做咩啊？傳福音咯，得力經歷神。傳福音咧，喺呢36年冇停過嘅好多嘅復興，一路臨到喺呢個地方。弟兄姊妹，我哋今日見到呢個事情，都係見到神喺呢邊有好多嘅人去到祈禱、敬拜，去傳福音。而喺敬拜裏邊，最高嘅敬拜，唔單止心靈誠實。按住真理敬拜，好多人讲按住真理敬拜。哦，我拍手有乐器啊，有跳舞啊，有按住真理嘅歌词敬拜，咪敬拜咯。系一部分。耶稣冇讲明按敬拜净系喺台上边，你讲紧乐器。按住真理嘅敬拜就系所有真理。一个真正敬拜嘅人就系佢将呢一个嘅属天嘅酵母，神嘅话语。圣灵的那种的高沫在他存在他生命里面他能够应用出来。所以弟兄姊妹，请你记下10月11日到13日，我觉得今年是我们55周年的特会，第一我们竟然可以包了整个乌溪沙，一起说 哇！第二就是今年我们有长老按手说预言，很想的就是为到我们教会进入新一嘅一页嘅里边咧，我哋预备好自己，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抽时间好唔好啊？攞假抽时间，而且咧，哇！我哋嘅辉南长老同我哋计咗条数咧，$几百可以住几日，仲有件 T 恤，仲有唔知几多 souvenir 嘅嘢系俾大家一齐讲。哇！不过当然唔系为咗件 T 恤嘅，睇你哋啲样都系，我哋嘅生命有进步 ，amen。要成長，這個發酵是由小變大，所以有些例子，接受天國的生命影響力，例子好像摩西，摩西第一個40年呢，在《使徒行傳》7:22記了一句事呢，是令到我們見到他，當他在荊棘裡面遇到神，神呼召他的時候，摩西曾經形容自己是絕口吻舌。咁我哋就以為摩西唔係好識講嘢，但係如果你睇，你請你寫低《使徒行傳》7:22，嗰度講嘅佢話咩咧？摩西學了埃及人一切的學問，說話行事都有才能。
在这个第一个四十岁的摩西，他说话知识层面有没有学问？有，有力量有学问。不过很可惜，他有力量有学问，知道自己是希伯来人，他想着为这个民族做些事，结果打死了个埃及人。结果是怎样呢？要走佬，令到他自己去到第二个四十年，即是说八十岁。第二个四十年，他无用武之地，因为他的学识、学问和口才只能够对着羊。你对着羊可以讲什么呢？他就经常都问你咩？他只能对着羊，可以这样说，一个走佬的人，我们讲俗语叫著草，一个走佬的人，一个带着罪犯罪名去到一个旷野地方牧羊，寄人篱下，在他的外父叶剔罗篱下底下，他对住的是羊，无用武之地，四十年懂说话都变了不懂说话，因为没人跟你说话嘛，好好口才都没了口才，知识不用会不记得的。他发觉自己是什么？绝口笨舌。好奇怪，在那个时候神找他，在荆棘里面找他，即是说在他自己觉得自己已经微小到根本无用武之地，神就在那个时候找他，使用他呢，带领着超过二百万人的以色列人出埃及，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但是他仍然不是透过他的口，是谁帮他说话？他的哥哥阿伦。所以去到第三个四十年的摩西，他即是带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见到迦南地，他没办法进去，但是当他120岁的时候，眼冇昏花，体力冇衰退，神将他这个朋友摩西帮他埋葬。很有趣，我们以为在我们有才有能的时候应该是神用的，竟然呢摩西是去到自己连说话都不懂讲的时候，神说啱用了。现在所以拍下隔篱哥话俾你听，好嘛？你咁嘅款啱用啦，而家你咁嘅款啱用啦。咁样睇嚟咧，今日人睇起上嚟最重要嘅条件成功呢一啲例子咧，俾我哋知道咧，天国嘅原则同埋世俗嘅原则有时候唔一定喺理性同理解发生神迹嘅事情系咁样发生嘅。神用嘅原则有阵时会将一啲嘅生命嘅影响力可以发酵嘅结果咧，系超过人所想所求嘅。Amen。我记得咧，我哋拿细人开始到而家咧，由三月到而家已经系第几个月啊？三四五六七四个月。三月嘅时候，我哋开始咧嘅时间咧，有五个人报名，两岸三地。报名嘅时候咧，我望一即系我哋有津贴俾佢，起码等佢搭到车嚟啊，希望食到饭。不过如果嗰个筹款嗰个户口有钱，佢哋就有嘅。咁三月份咧，佢哋個整個户口總數有1200多蚊，我記得，即係話佢哋五個人分咧，每人有200多蚊嘅。咁如果第二個月冇籌到錢咧，佢哋自己諗自己嘅。我哋呢個係佢嘅學習啊嘛，佢要用信心。哇！當其時咧，大家都喺度諗啦，喂，得1200蚊得唔得㗎？即係會唔會有啲人話，會唔會下年先啊？會唔會唔係呢個時間啊？会不会不是神的心意？会不会即是很多猜测这些各样东西？不要理了，他都报了名了，所有东西都做好了，我们即是都督导啊，全部都谈好了，那就去了。一点一点一点的东西，但是他们要去半年，1200蚊五个人分，怎么挨半年呢？我们整个计划呢要用的大概是30万港币，好奇妙，三個月之後咧，我哋有29萬9500，總之爭500蚊就30萬啦。掌聲可唔可以俾大啲耶穌啊？俾下你自己大啲掌聲好唔好啊？你有份嘅。咁我諗住今日講啊，即係應該收夠數 OK 啦。上個禮拜
同工同我讲咧，我哋已经超过420,000啦。系咪多咗分咗去咧？唔系，多咗剩翻嗰啲咧，嗰十零万，我哋会留喺下一届嘅拿细二人。鼓励大家继续祷告，好唔好啊？这个重要、哦，因为我哋计过，我同沙牧师喺度倾2022年，我哋就倾紧2035年嘅教会嘅计划。在这十几年里面将会有7个人退休，包括在台上讲的那个人。当然我们的退休就将会不是什么都不做，我们最多就是要兴起下一代的嘛。兴起下一代重不重要啊？重不重要？重要。重要的嘛。我和沙牧师最多就在巴牧师旁边弄多两个插梳，我们拿部电脑在那里搞，即一路为大家祷告，是吧？所以这个培育，没有培育就没有人出来。未来呢，培育是我们最重要的火车头，明白？但我相信呢，我不担心，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明白？弟兄姊妹，如果你，我为什么要这么着紧预备叫大家来个特会呢？因为你，如果你不知道神的工作在这个时代，在教会，你可能会 miss 了一些很重要的时机。第二个例子就是耶稣基督，在腓立比书第2:5-11，一起读1、2、3。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第八节，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耶稣基督他本身就是一个创天造地的主，他是神的爱子，他亦都是神，三而一不改变的神，他是神人二性，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但是他选一个什么角色来呢？奴仆的样式。他出世在伯利恒，他客店都没有地方，他在马槽出生。马槽不是今天那些拿奖马房的马槽，马槽就是一个居住环境，有个窿，动物在下面吃完有剩的东西就拨下去给他们吃。马槽是一个污糟邋遢的地方。为什么耶稣要在这些地方出世呢？他一个最自大全能的神，照他的排场应该比较劲一点，比较冠冕堂皇一点，但是耶稣选择这些这么卑微的地方，就是叫今天在这个地上面世上最卑微的人告诉他耶稣接纳他。为什么我们要去南童院？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么多基层的工作，写在我们8个核心价值？因为耶稣的心为心，因为耶稣的心就是一些孤儿寡妇，一些 有些状况的人，我们去陪伴他们。接下来在香港呢，那个金陵的情况呢，将会有很多即叫做人口老化，你喜不喜欢也好，现在2022年呢，人口普查呢，最多人的这个群体就是60-65岁的人最多。大部分都是健健康康的，但也少部分会遇到艰难。好像我们刚才聚会的时候，我们真澳堂廖权长老的太太就是跌倒之后，好像刚刚过了身，被主接走了。我们会面对生与死，面对长期病患，最近见到一些要照顾长期病患的人，长期病患都要的人已经要我们看顾，要不要？但是照顾长期病患者，我们更加都要看顾他们。我们见到很多社会的新闻讲到呢，因为要照顾长期病患者，发现自己有危疾，于是见不到未来，成家就在家里消炭去世。所以弟兄姊妹，耶稣他就取了一个奴仆形象，
我哋都喺度计划紧嚟紧，除咗去探男童院，我哋计划紧组织探访队，希望咧系去无论系我哋嘅弟兄姊妹或者一啲嘅街坊，我哋希望有一个长期可以陪伴，即系起码，譬如举个例，有个长期病患，你帮佢凑一即系照顾一下佢，放佢出去打场波，放佢出去饮餐茶，放佢出嚟我哋关爱旅行去一日都好啊，好唔好啊？好唔好啊？好报名咯，到时吓。即是我们要做些事，耶稣基督他就道成肉身来到这里，不过这样他来到呢，些人不知道他，甚至拿但以这样说，在这个的拿但以他甚至他说什么呢？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啊？即是说一个这样的地方，耶稣他必是神啊，拿撒勒有好东西咩？咁样，可能你都会想，我的出处，我必有出到好东西啊？咁样，我边度出嚟啊？慈云山出嚟咯，慈云山必有好东西啊？咁样，啊，咁原来慈云山都出咗好多好东西出嚟嘅，啊，咁拿撒勒必有好东西啊？跟住腓力话：你来看，请你来看。所以耶稣嚟到呢个世上。看人看上来最细微的最小的，但是天国就好像这个面教摆落个面团，直到全团都发。耶稣基督影响的十二门徒，十二门徒影响七十二个门徒一起去服侍，跟着呢由这七十个门徒，彼得将福音呢带到去给意大利的哥利流，保罗将罗在罗马之行里面呢至到欧洲，其实保罗没去到罗马，他在监狱写给罗马，写信给罗马而已，去到欧洲，到到约翰卫斯理等宣教士，十七世纪1807年马里逊到了广州，有记录的这些人物我们都读过，没有记录的为主摆上影响多人的大有人在， Amen，一路为了一个地方去到行。所以我们教会除了包牧师，我好另外一个好欣赏的人，那个就是 Rich， 来了在这里很多年，一路忠心的为到即是我们中国人做很多福音的工作啊，我们给你掌声 Rich 好吗？你是我们的祝福啊。所以今天基督徒是不是已经将天国的比喻打开了？今天耶稣基督是不是已经将这个天国比喻打开了呢？现在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向自己负责，向神回应，你是不是会选择世俗的影响力继续影响你，还是还是你容让天国的那种生命的那种酵在你生命里面，以致到你的生命可以一路被塑造去影响开去呢？ Amen。 最后我们一起起立，我觉得这个信息很难，我发觉自己这么多敲都有份，什么都试过这样，但是我怎样可以持续被天国那种影响力影响自己呢？就是我每一天选择，究竟我选择什么呢？还是继续数来数去啊，继续去分析啊，问题啊，定系还是我落水，容许基督嘅道理成嗰种嘅真理，嗰种圣灵嘅工作喺我生命里边发酵，使到我呢一个咁嘅面团可以发大，而将呢个面团攞嚟呈现俾神咧。好多年前咧，我喺写首歌俾神召神学院，就系我哋嘅信念。我们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学校基督的爱，好不好？我们用这首歌去到回应神。当我在唱的时候，如果你第一次来到想接受耶稣的，我邀请你来我左手边，好不好？我们为你祈祷，其他弟兄姊妹，我们用这首歌成为我们的祷告。创造一切，掌管一切，荣耀权能
远超过一切沧海山岭，宇宙万物诸天述说，你的手段因主的爱远超一切，因主恩惠实太宝贵，经钉身十架为我舍身，主鞭伤为我可得医治，为我赎罪流出宝血，为我牺牲。神召我们，让我得生命改变，赐下圣灵充满成圣得力，荣耀救主是昔在永在上帝，竭力颂扬荣耀救主。神召我们，让我得生命改变，赐下圣言得装备认识你，让我学校像基督舍身的去爱，直到地极传颂救恩。神召我们往普天下去，建立门徒奉父子圣灵向他施洗，让我学校像基督舍身的去爱，建立门徒你所吩咐传下去。弟兄姊妹，刚才我所讲的，无论是摩西、主耶稣，或者在我们的历史上有很多神重用的仆人，都是因为他愿意回应神，将基督的那种道理和圣灵的那种能力在他生命里面去发酵，以致他的生命一路被神去到使用，影响力一路被发挥，以致影响群体，甚至影响家庭、影响社区、影响国家民族。我很想当我们再唱的时候，如果你发觉你自己一路离开了神给你的召命，今日你愿意，你愿意，起码你愿意放低以往，不再要被那些坏影响的敲在你生命里面，你愿意求神帮助你将基督的敲那种的圣灵的工作在你生命里面显扬的，当我们唱的时候，我邀请你来到台前跪在神的面前。其他的弟兄姊妹，你可以来到前面，或者在座位里面举你的手，我们一起回应好吗？哈利路亚！当我们唱的时候，你就可以出来了。创造一切，掌管一切，荣耀权能远超过一切，沧海山岭，宇宙万物诸天述说，你的手段因主的爱远超一切，因主恩惠实太宝贵，竟钉身十架为我舍身，主鞭伤为我可得医治，为我赎罪流出宝血，为我牺牲。神召我们，让我得生命改变，赐下圣灵充满成圣得力，荣耀救主
是昔在永在上帝，竭力众人荣耀救主，神召我们，让我得生命改变，赐下圣言，执作地认识你，让我学校像基督舍身的去爱，直到地极，传颂救恩，神召我们往普天下去，建立门徒，奉父子圣灵向他施洗，让我可靠像基督舍身的去爱，建立门徒，你所吩咐传下去。弟兄，我们举起我们的手，我们一起用方言去祷告，求神去充满我们。如果你未有方言的，你说圣灵求你来充满我们，更新我的生命，更新我的生命，重新我的生命，我再一次将我的生命交在你的手，求你继续来到那里，进入我的生命的里面，带领我，掌管我，愿意神啊，你的心意好像这个的天国的这种的面教在我们生命里面去发酵，使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充满着神啊你的祝福，你那种的影响力，那种的生命力，以致我们在这个社会，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社会，甚至在我们的国家里面，我们要成为万国的祝福。求你使用我们，求你使用我们，求你使用我们，充满我们，充满我们。我们就开声去用方言祷告。我是你的恩德神。使到我们得着力量去为主作见证，一起来呼求圣灵，我们需要你，圣灵我们呼求你，我们渴慕你，是这个小小的开始，我们生命的里面，主啊，就是因为活着的灵在我们的里面，以致我们能够是在你的里面没有难成的事。弟兄姊妹，今天让我们不要让我们小小，无论我们生命里面可能相信了仇敌的谎话，仇敌来是偷窃、杀害和毁坏，但神你祂说祂要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让我们生命经历一种的突破在祂的里面。是的，主，我们要丰盛的生命，我们不要再听仇敌的谎话、仇敌的大话，觉得我们不可以，觉得我们没有能力。是的，让我们都拆毁这些我们不相信，并且我们容让圣灵你在我们生命里面去工作。花多少少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到珍惜这个机会，一起来到回应神，求圣灵你加我们力量，加我们力量，主。Shut up, my dad, I can see you, did it again, too. Shut up, my Yana, my sick. She can't have a sense, Yana, my sick. 我有感动，有些弟兄姊妹，你呢可能一路俾一啲好消极嘅一啲嘅信息，或者一啲嘅即系苦涩喺里边，一路发酵喺你里边，一路挥之不去。你好想挣脱佢，你可以，你好想离开佢。我觉得圣灵今日要帮助你，如果呢个系你嘅咧，甚至影响你嘅睡眠，影响一路嗰啲画面一路离唔开你嘅，你按手喺你个头里边啦。我奉耶稣嘅名咧，释放一个医治喺里边，释放大能。你亦都咧喺当中里边，你哋回转啦。你话主啊，我愿意饶恕，我愿意饶恕，求你赦免我嘅罪。我要攞走呢啲嘅图画，攞走呢啲嘅真系苦涩喺我里边。主啊，我要释放，我要自由，让耶稣嘅宝血嚟到今日嚟到去洗净我哋，洁净我哋，突破我哋。奉耶稣嘅名，将呢一啲嘅控诉攞走，将呢啲嘅控诉攞走，呢啲嘅屈涩攞走。神要赐俾我哋恩上加恩嘅恩典，系以致我哋冇烂咗嘅去为主作见证，我哋冇烂咗嘅嚟到爱佢，活喺佢嘅里面，系啊，嚟到呼求呢个恩典啦。系今日我哋唔再喺限制嘅里面，圣灵你赐俾我哋自由，
主啊，你的力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主啊，你的力在哪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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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一切再一次神召我们，让我们得着生命的改变，让我们这个圣灵的敲，圣灵的生命力在我们的里面。 Amen。 神召我们，让我得生命改变，我们得着生命的改变，因着耶稣活着的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充满圣灵的你，永远要救主先升再永再上帝，竭力重扬荣耀救主。神召我们，让我得生命改变，多谢主你让我们得着生命的改变，赐下圣洁得装备认识你，装备我们培养我们，让我渴求像基督舍身的祂爱，众救恩，神召我们往好天下去，好让我们一切来到为主作见证，建立门徒奉父子圣灵向他施洗，让我渴求像基督舍身的祂爱，建立门徒主。我多谢你，多谢你圣灵的大能住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接受你的时候，神你愿意住在我们的里面，就是叫基督从死里面复活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在你的里面有无限的可能，让我们带着期待，因为神你应许话要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耶稣你说你来就是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让我们每一个都进到去这个丰盛的里面。主，我们多谢你使用我们这个群体去带来影响，带来见得到耶稣你自己的真光，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让我们一起彼此的来到祝福，一起来到建立门徒，成为主的门徒，跟随主， Amen。